非常的淡定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像我撞了一辆车。到了，我们今天来这个宝马中心取车。你看我这个车都这样子了，还不说给我换一下？你看这都什么样了？哇，宝马把这个贴了。就是我们刚好有一个四周年。那这个，啊，四周年纪念。但是你用了这个怎么撕掉啊？人家并不想收到这样的车。它这个胶很容易撕，塑料的。等一下，粉丝看到说，嗯，车我很喜欢，但请你把这个东西撕掉。这么多人，我感觉自己损失了一个亿。如果早知道徐老师要来的话，我可能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这里等他了。徐老师来了，你是哪位啊？是你，恭喜，谢谢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其实我比他们更紧张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提车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是吗？那你真的好好运哦，第一次提车是这么宝马。你朋友知道你中车吗？有，很多都知道。然后他们什么反应呢？就是很激动吧。他们很激动，很羡慕了，很嫉妒才对吧？很羡慕我，然后说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比较不可思议。对，我听说你爸爸刚开始以为是假的。对对对，他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。这就是爸爸说的。对。今天我们来交尾款的时候，他爸爸以为我们做微商的，感觉等要放起音乐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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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你，谢谢，非常的淡定，就是那种每天把玩各种跑车的女人，已经不 care 自己多一个 mini。 我其实真的内心很激动的，好可爱，内心要爆炸了，真的好可爱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像我撞了一辆车。关注徐老师，喜提宝马车，能不能整齐的？我也想换车。你换车？但我更想赚钱，给我的雪晶女孩抽更多车。你要抽下一辆，要先给我换一趟车才行。你车不还是能开的吗？有什么要换的？开了5年了。5年？5年对于一个男生的青春和汽车的梦想来讲，有多重要？包重要还是车重要？包重要。说的对，走去买包。